好的，我们继续啊，我们就是要将这22针正面之正针，反面之反针啊，一直向上，因为现在这个呢是最小号的一个宝宝的帽子啊。如果你要是年龄大一点的宝宝织的话，然后会根据宝宝的头围以及他脸的大小做增加就可以了啊。甚至这个帽子呢还有成年人的号码和版本，但是这完全都取决于你的毛线的粗细啊，以及你针的粗细。如果你要是跟我相同规格的毛线，相同规格的针的话啊，那么你每支一针它的宽度应该是1.26厘米，记住了吗？也就是说每一针啊它已经超过1厘米那么宽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数字啊记在心里边，就是跟我同样规格的话啊，并且手法跟我也要一样啊。有的学生呢他的手劲如果比较紧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导致了他的这个编织起来整个织物呢都会比较紧啊，会变得比较硬，所以它可能的密度呢就不是1.26。这个密度呢一定是因人而异的，即便是相同的工具和材质的毛线啊，到不同人的手里边也一定会略有变化。更何况有些学生，因为我手里边的这个跟我相同款的这个向日葵花朵的这个材料包呢也不是特别多了，也已经很少了，所以那么大家就很少有跟我能够相同的密度的了啊，所以大家要，多数人家里可能都有自己的这种毛线，剩下一些毛线啊，所以他才会喜欢我的教程。一看，哎呀，相同材质的，他可能就会啊引起兴趣了。哎呀，我也有这样的毛线，我也想织这个，所以他才会点开这个教程看，对不对？所以大家都是根据自己家里边的毛线的粗细啊来确定啊。自己要起多少针，另外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无法区分正面和反面，不知道哪一行该织正针该织反针了，那么好了，我们就在织反针的这一面啊给它扣上一个别扣，随时的提醒我们啊，只要别扣一出现就该织反针了。另外一个提醒你的方式就是长线和线头，也就是我们起针的位置，如果他们两个在同一方向出现，那么也是该织反针的时候了，记住了吗？啊，这两个标记啊同时提醒着我们这一行是反针啊。还是这句话啊，不要太用力的拉扯长线，保持住你的所有针套都在一个啊比较宽松的状态，方便于你的每一次进针。如果进针变成了很难的事情啊，那就证明你的这个拉线的力度有点太紧了啊，要调节。大家看，我们已经织了这么高，它会很自然的形成这样的一个效果，留意到了吗？这是由于我们起的这个针的这个力度啊，我们起针的这个力度和平时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这位置会紧。我为什么从始至终在提醒的大家，我们在向上走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针套所有的针套的位置啊调节到一个比较宽松的状态，就是因为这一行我们在编织的时候不小心啊会拉紧线，这都是形成习惯了，然后第二行你也会不小心的拉紧线，所以我在从第三行的时候就一直在提醒大家啊，要让你的针套在一个你看啊很宽松的状态下啊，也不能太宽松了，那针都掉了那不行啊，所以这点呢提醒大家啊，一定要保持一个我们需要的这种状态，然后利用我们的手劲儿这种特殊的手法啊来调节自己的这个织片的密度。
我感觉这个设计各种各样的帽子啊，还是更加吸引眼球啊。因为如果我们在织帽子的时候，那么它的这个整体啊，会小小的一块都在屏幕当中展示哈，所以它看上去呢会比较完整。但如果我们要设计衣服的话，那就有点吃亏了，因为屏幕里边呢展现的东西呢，一下子我们看到的就全都是一个局部。一个局部呢在那儿来回来去的织，所以对大家来说那小部分呢可能有点儿不知道是在织什么，所以就很有可能会错过了我们喜欢的一些教程，对不对？所以你看啊，我们现在服装类的我们一共设计了12件，其实之前设计了11件啊，但是我觉得12是一个很好的数字，所以又最后增加了一件，就是上边那个粉色带有两个大眼睛那个卡通形象。所以我们之后呢可能设计的衣服呢就相对来讲就很少了啊，但是也很有可能我会把之前设计的一些宝宝的衣服啊给大家做一个大致的一个讲解，就是直接拿那个服装过来然后给大家讲解啊，因为之前大家已经跟着我织过这些可爱的小衣服了，对不对？所以那些对于你们来说的话，我认为啊，只要提醒一下哪些位置起了多少针，向上织了多少厘米，一些关键的细节啊，手劲儿怎样控制的啊，基本上我给大家讲解一下应该都能够学会，对不对？所以应该还有20件衣服啊，宝宝的衣服是给大家光讲解，并不是现场这样的一针一线的操作啊，我相信大家也都能够学会。你看我陪着大家把这些织完，一边在编织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一边把这块的给大家丰富一下啊。现在呢你可能已经发现了，就是我们在织正面和织反面的时候呢，编织完了以后它的表面实际上呢是有差别的，反面呢是以小横线为主啊，相对来讲它是比较细腻一点啊，但是正面呢它是如果你展开的话呢它是竖条纹的纹理比较多，打眼一看呢织正针的一面呢会显得比较不整齐，但事实上整体来看啊，还是织正针的这一面啊，从效果来说呢还是表现力最好的。看，这是我们织正针的这一面，你看我们这样整理之后呢，你会发现它有很多竖着的小纹理，看到了吧？但是反面你看到了吗？它相对来讲啊比较整齐，你看我们这样啊整理完了它之后呢，尽管也有竖向的纹理，但是啊，你再仔细看的时候呢，它还是以整体的这种效果呢为展示，所以你看它其实正反面呢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啊，看出来了吗？好，我们现在呢就看一下它的这个针数啊以及它的这个高度啊，先量一下。现在一共是9厘米，你看啊，我们量的时候零的这位置啊，就是这个地方一定要对准它的这个上沿的部分，就是我们要量织针这边，不要量这头啊，要量你的织针这一边啊，一定要量织针的上边，而不能从下量啊，要量这位置才对，明白了吧？然后一直到底边这个地方，这才是它真正的高度啊，你看啊，要一定要这样量啊。另外在整体的这个编织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会有变化啊，比如说有针数的增减，比如说有收针等等啊，这些环节我永远啊都是正面向上，也就是织正针的这一面是向上的情况下，长线啊在
右侧的情况下才会有新的变化，因为这样呢可以我们统一啊，而且所有的比如说增减针数都会从正针这一面先开始，明白了吗？所以这也是我们编织的一个习惯，提前呢跟大家把这一点先说明一下。如果之后有一些其他的变化啊，比如说有增减等等啊，我如果是忘了说了，那肯定也是正面向上长线在右侧的情况下我们才会进行啊，很少有反面在上的情况下有改变，除非我特意讲，记住了吗？好，今天呢这个教程先到这里，然后下一个环节我告诉大家我们怎样操作啊。